大家好，我的中文名字叫拉法娘，我是汉尼中文学校的学生。快放假了，我想去旅行。我听说柬埔寨或者法国或者西贡的风景美极了。我的朋友刚从柬埔寨回来，他说那里的寺庙非常漂亮，所以我决定去柬埔寨看看寺庙。我想假期的时候去旅行，不过现在我应该先买机票，然后订酒店。我打算在那儿待五天。最后我要祝大家鼠年吉祥，恭喜发财，谢谢。